这是一款10公分100米的音乐水晶球，圣诞系列的。那这一款呢，它本身有音乐，以及灯光，这个是放电池的地方，2颗3号电池。这边是电灯的开关。那上发条只要旋转3到4圈就可以了。这呢，因为它不会旋转，所以你必须去手动去摇动，雪花才会慢慢飘下来。再加上音乐，这颗灯光呢，比较属于夜灯的效果，所以它灯光是比较微弱的。那它会发光的地方主要是这4个窗户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，把开关打开，像这样子，来摇动一下，然后再搭配上发条，让它有音乐。